哦，对，也有一千多的。哎，有三百多的。哦，我就买了一个中等价位的。嗯。哎，安装费五十是吧？安装费。我安装费50块钱。自己怕安不好，你让别人50块钱，人家能帮你全部都弄好。嗯。那个建筑的活可以干，但是这个安马桶的活干不成，因为以前没有弄过。你这个，你房间这你也不好，我家给你上上，你现在。啊！你还个马桶？你在这背着多少单嘞？在这？啊？在这办事，办事比较结巴是吧？这是个啥？哦，你这有个小马桶嘞，那又给你挨一个。我挨了个呀。哦，凉嘞。哦，这个东西水凉，水凉。其实，开始又给你挨个大马桶了。新的，新生铺满的，我包厢玩的都是。到包厢装备的。嗯。装么么哒了？我收干净。要么你收干净呗。我收也不干净，叫爸爸拿去呗。咋嘞，乐乐？叫我给你拿孩儿吃的。我这手不干净，我手得危险嘞。我手这危险嘞。嗯，我手也没洗的。我手也没洗的。等一会儿马桶安好了，
所以放开了都能洗手了，现在没有水。你说开干啥？看看给你安那个马桶，这两天下雪嘞，对，下雪都不用出去了。